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兰啊，今天又来这个山里面钓一下鱼，来这个深坑，这个深坑好久没有来过了，现在这个水依然很蓝。好，现在准备一下开钓。好，现在已经准备好了，今天诱饵是秋鱼。好深啊，这个深坑。里面有一个暗洞进去，好深啊，黑麻麻的。好，现在两只竿子都放好了，等待鱼上钩了。应该中鱼了。咦，这么小的这一条。荷花鲤，不错哦。先把它收在鱼护里面了。哎呦，还好没有掉下去。这个地方就是难放鱼下去，这鱼护有点难放。钓了两个来钟，就收获一条小鱼。应该是大的吧。这条应该蛮不错的，这条。呜，一条大鲤鱼。现在要想办法下去拿了。哎呦，哎，不行，要拉过边边来一点。
搞上来了。哎呀，掉下去了！哎呀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！这已经到手的货了，在这里给掉下去了，白忙活一阵子了。哎呀，钩也断了，这个线断在这里了。今天等了一天了，就看到一条大的，这已经到前面这里了，它跳得太猛了，在抄网里面连这个钩一起断了，然后就掉到水里面去了。哎，不钓了，没什么心情了。哎，好，收竿回去了。看等一天就等个两条鱼，还有一条小的。看一下收获吧，就一条小的活花鲤，那条大的眼看到手了，掉下去，应该有个三四斤以上了，相当的遗憾了，大货就跑了。这条小的拿到老表那个水池那里去养了。好，现在这个太阳下山了，也就回去了。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，拜拜。